就到了，好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。这样帮我排第一棒嘛，我就尽量就是球上垒啊，不用球就是长打的。之前我跟大家不错，我是要增加他一些经验，然后再来，当然就是在肌力体能训练这个部分，我们会增加他的那个肌力，那希望往后能够有看到更多的长打。家族学长他们打，他们的观念叫玩球吧，就是危机来的时候他们会很稳定的处理。教练也叫我平常心啊，然后因为我大一而已嘛，他叫我放开一点打，比较容易发挥到我正常的实力。像这样子的比赛来增加他的经验，累积他的那种高张力下的比赛的经验，有压力的情况下还能够正常的表现。站稳先发，让表现给教练看机会多一点。目前的那个手背的状况来看的话，配合也非常的好，所以就能够挤进我们的先发阵容，所以我们现在还蛮期待他是未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选手。